唱圣诗七十五首。今天圣经的章节是马太福音的21章1到3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法伯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即让你们牵来。好，今天我们的主日哈是有四位的兄姐哈，在我们做见证分享。那见证分享的顺序是雪兰、雍北、Emily 跟 Alex 长老。好，那我们现在就麻烦请雪兰来我们做第一个的见证分享。大家平安哈。前几天哈，我甲几个真久无见面的朋友做伙食饭，一个朋友就问讲，你最近好像胖了，我就说对啊，胖很多啊。他就说你为什么会胖啊？我就说因为我有吃忧郁症的药，这个药让我胃口很好。我说完之后突然之间空气就凝住了，大家都沉默了，没有人继续再说话，也没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得忧郁症。所以这就是一般人对于忧郁症的那种感觉哈，干嘛说这是一种忌讳，好像不可以在公开的场所来讨论。那我今天就是要用一个忧郁症患者的身份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走过忧郁症的这个心路历程。那这个我先要从另外一件事情，是一个升起，那是在2021年8月31号。那天早上我就突然之间，我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没有做什么特别动作，熊熊外这个豆饼的卡加片，
就是肩胛骨这边。啊，也有人说这个位置叫做膏肓啊，就是病入膏肓，那个膏肓是一个穴位，在这胸胸就很疼的，疼到吼，我很难形容的。啊，这个疼吼，不是普通的疼，也不是说一时就没去，以前吼，我坐的也在疼，我走路也在疼，啊，我徛着，吼，在那炒菜也是在疼。我倒下去，我睏嘛是同款哦，嘛是在疼，所以我睏这边嘛唔对，睏那边嘛唔对，安尼翻来翻去，哦，就疼就疼。所以这个感觉就是讲，伊唔是讲敢那一支针啊插着刺在你的肉上，不只是这样，伊敢那，一把刀子，啊，这好像在割你的肉那种感觉，很痛，就是莫名其妙，所以。有一天我会记得我疼到动不了，我怎倒在眠床底下哭，我就讲哦，这疼，上帝，你到底你是知还是唔知？我疼到安尼，哦，这就是讲迄件代志开始。啊，当然有去找医生啦。啊，有的医生讲啊，你这吼，是颈椎有问题，吼。啊，有的医生讲啊，你这可能是肌肉拉伤。啊，回头我就开始吃药啊，消炎药、止痛药。啊，嘛去做复健，哦，叫我去拉脖子，哦，越拉越痛安尼，所以就是这西医看拢无效，嘛是照在疼，所以我就去找中医，啊，开始针灸啦，吃中药，啊，个推拿，嘛是同款，个拢无较好势，啊，差不多两个月过去啊，我就开始有。其他的症状出来啊，譬如讲，我都开始有负面的思想，我都在想讲啊，我真若是袂好，安尼是咪那过日子这么疼吼？啊，若真正是颈椎，真的阿妈讲颈椎有问题，安尼我以后敢会变做植物人？我敢会倒伫眠床袂叮当？啊，我若变做安尼袂叮当，安尼我都变做我厝内人的负担，都、就是一直在想这个，负面的物件，啊，其他的症状就是讲，我开始我都食袂落啊，我本地疼我都食较少啊，啊，胡思乱想我都食袂落，啊，都愈来愈散，啊，因为疼我嘛无法度去运动嘛吼，平常时我有咧在运动，啊，都疼我无法度，所以我会感觉讲我的体力都愈来愈歹，我会感觉讲人迄个元气吼，那一输啊一输啊，逐工怎无去？啊，愈来愈无力安尼。啊，我嘛无想甲朋友出去食饭。啊，我先生讲啊，不然我们去旅行。我嘛讲我啊，无想要去。啊，我一个真明显的症状就是我规身躯的迄个肌肉吼，啪个就硬嘞，全身绷紧。啊，有几落摆我就是雄雄，感觉讲哎，我这阿妈棍敢若有人用一个大的夹子把我夹住，啊，我夹落。啊，我就变成我就怕呼吸，有点不能呼吸。我感觉讲啊，我好像快要昏倒了。啊，后来我才知影讲，这个好像是叫做 panic attack， 就是有点恐慌啊嘞。哦，有几落摆出现这种情形，真恐怖。就是讲你唔知要发生什么代志。啊，我逐天拢伫搞我先生问讲，我到底会不会好啊？我到底会不会好？啊，有一暝我就开始我无法度睏。我倒落去，我就开始听到讲，哎，刚才有人伫我的耳腔边啊，伫讲讲，安尼咚咚咚咚咚，所以我完全无法度困，安尼无法度啊，我都这当中我都必须去找精神科，即马有的医院会把精神科变作身心科，安尼敢那较好听，啊，去精神科甲医生讲，伊讲，你这个叫做焦虑症，啊，伊讲。其实焦虑症跟忧郁症，它的根源是相同的，所以你焦虑的人会有迄个忧郁的现象，啊，你忧郁症的人嘛是有迄个焦虑的现象，就是合作会医生就讲，这其实真歹分清楚，啊，伊就开药啊，给我吃，哇，结果这个药啊的迄个副作用足恐怖的，伊给我一直醉大，规天一直醉大，一直醉大，你就会。随时都爱扎这个滚水伫边啊，一直啉一直啉。啊，第二个副作用就是你会寒。我穿搁较济，我嘛一直寒呢，奇怪呢，嘿，都、就是一直寒。
所以我感觉这药我可能无法度食，所以我食几日我就停啊，我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啊，我袂记你讲，头前袂记你讲，我迄当阵住伫台湾，所以找医生足方便的。哦，袂记你讲迄、那个，所以我即马阁换一个医生，甲讲啊，我食食的吼，副作用伤强，啊，医生就讲好好，我甲你换一个较温和的，啊，所以嘛甲我开三种药啊。啊，这个药啊吃嘞，我总算我就会当好好睏。啊，但是我阁开始烦恼啊，讲哦，啊，这个精神科的药啊，吃了敢会提早失智？哦，啊，阁烦恼讲啊，我呢愈来愈瘦，啊，我有敢有别的问题出现？就是足侪拢在想迄坏的方向去。啊，即当阵有朋友吼、哦、伫台湾嘛。啊，朋友知的就热心的就讲，啊，我给你报吼，啊，迄什么什么所在有一个师傅，足厉害的吼，啊，伊给你瞧一下，哦，啊，就好啊。啊，我听了就想讲，啊，哪一档好啊好，我拢去试看卖，我就去。啊，去迄医生就叫我趴落去啊，来安尼捏捏拿拿，啊，碰着我的腰就讲，小姐，你要注意你的胃，啊。我听一下，我这个人加焦虑。我本来是讲这爱好，结果伊个讲你的胃，啊，刷来，个有人佫甲我报另外一个师傅，同款我嘛去，同款嘛碰到这，伊就讲你的胃可能有问题。我讲我去当阵差不多要崩溃啊！我讲我这个疼还袂解决，啊，即马佫甲我讲我的胃有问题，哦，我真正是，我感觉讲我真正是要完全崩溃了。啊，当然，圣经拢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嘿，这我以前拢知啊，啊嘛，甲别人讲过这个啊，你都爱喜乐的心。但是伫个迄当阵，伫个忧郁的时，真的办不到。我今天甲兄弟说，我就是办不到啊，我知啊，我知道要喜乐啊，但是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下一句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看到这句，我又开始更焦虑了，因为我就一直在好像忧伤的灵一直不断的在里面，所以这个时阵的我吼，就是讲我祈祷，但是我的祈祷无力，我感觉讲我对上帝已经失去信心吗？迄种感觉就是讲你看不到盼望，你唔知影你头前你这个痛苦到底有结束的一天啊无？啊，我后来我有读一寡册，我看到别人的经验嘛，是讲，伫忧郁症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讲你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希望，所以迄个感觉真恐怖。啊，伫个我这个脚趾片会疼，这个肩胛骨的痛，差不多开始疼四个半月以后，有一天，我突然就发现，奇怪，今天怎么没有痛了？就很奇怪，莫名其妙。啊，是哪一个师傅瞧到我嘛不知道。我觉得他就是一当时后起来我嘛不知道，就是迄天我讲，好了。啊，那个疼到哪拢唔捌阁出现过。但是忧郁症都无遐尼紧啦，忧郁症的复原吼，就是比较久，爱较久。我伫2022年3月，我回来美国奥斯汀家。迄当阵我瘦到吼不到80磅，非常的瘦。大概有只姊妹啦会记哩，就是我回来是足瘦足瘦的。啊，回来美国遐，我台湾的药啊就开始要把它断掉，因为这个药啊医生讲，你若吃超过6个月吼，安尼你就真歹断根，你可能就戒不掉。超过6个月，你可能就一辈子要吃这个药。所以回来家拄好医生嘛，讲啊，这个药啊，咱美国可能无遐好去找着吼，咱来换药啊。啊，都换药啊了后，食一阵啊了后，讲哦，我看到任何的食物都觉得很好吃，啊，不知不觉我都怎啊甲一半拢食了了。我去称体重，开始有起来哦，迄体重慢慢啊就起来。啊，我看了体重哦，开始上升，我心情就好啊。就开始愈来愈好势安尼，因为我有这个忧郁症，所以我就去看一寡册，啊，看别人的迄个感受，像也是医生安那讲。
所以讲我有几点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哈。第一就是讲得着忧郁症，伊毋是一件真见笑的代志，嘛毋是因为讲你做啥物毋对的代志，你才会得着忧郁症，毋是安尼。伊就是第二，忧郁症就是头脑生病了。就是讲，当我们会有心脏病，我们会有糖尿病，那我们的头脑也会生病。所以，我也跟书上有说的，就是讲，它是因为你头脑里面的化学物质它的分泌不平衡的时候，就会产生忧郁症的现象。第三个，忧郁症的原因，可能是心理的。可能是生理，像我就应该是生理，因为那个实在是太痛。当然，我的个性可能也是有关系，也有基因的关系，也有环境变化引起的，但是也有没有原因的，就是完全没有原因也会得忧郁症。第四个就是说，忧郁症要去治疗，袂使讲哦歪个插，哦，还是讲我放好一起，唔是安尼哈。我们有心脏病，我们去找心脏科嘛。哦，我们有糖尿病，我们找什么新陈代谢，啊，所以说若是有忧郁症，就是爱去医，爱找医生。在这个医疗的过程当中，耐心非常的重要。因为药啊真侪种，啊，不是讲你吃一项，你两天你就好啊，你就讲哦，我现在很喜乐，不会很紧。可能爱换药啊，爱调试啊，找着讲啊，真适合你的迄个药啊，所以这需要时间，无法度讲，哦，我想要紧紧好起来吼。有时啊药啊，你吃落去就是爱等，伊毋是讲真紧就 kick off， 所以互你看到迄个效果，所以嘛是找得着的药啊，但是你嘛是爱有时间等伊发生迄个效果。另外一个就是真侪册，迄个作者拢讲，迄个心理諮商，甲即食药啊，共款拢非常的重要。康守的这个帮助非常的大。我想要伫遮吼感谢真侪人吼，第一是我的真侪亲戚朋友定甲我关心啊，互我鼓励。第二就是帮助过我的医生，我想因拢是想要帮我帮助，但是有时不一定有效，但是我嘛是感谢因。特别是我要感谢叶医师哈，叶医师伫我转来了后，就是帮助我找到真适合我的药啊，所以我真感谢伊。第三要感谢阮先生，伊伫我看病时吼，就是真有耐心，陪伴我，照顾我。第四，我上要感谢就是上帝哈。我知影我伫破病时，我拢甲埋怨、生气，吼，感觉讲你无要插我，无要甲我医，对伊失去信心。但是我即马才知影讲，伊无放弃我，伊一直与我同行。上尾啊，我要分享一首诗、一首诗，还有一节的圣经。这一首诗叫做《沙滩上的脚印》，它的大意是这样，就是说这个诗人有一天迷茫，他做梦，梦见他跟上帝在沙滩上面散步，所以那个沙滩边头就是有两双的脚脚，两双的足印，但是惊，到尾啊怎么变成？两双足印变作一双足印，所以这个诗人就问上帝讲：好，你答应讲你要跟我做伙行，啥呐？我拄到困难的时，我痛苦的时，你怎啊无要插我，让我放我家己行？上帝安尼个回答，伊讲：当你看到只有一双脚印，那就是我背着你。所以这首诗给我真深的感受，就是讲我即马回头搁回去看迄段看病的时间，我都明白讲，我才明白说，上帝伊唔那无放弃我，颠倒是伊甲我爱着，
来行咯。所以这首诗就是讲，会当轻轻反映我的感受。另外我要分享的是以赛亚书40:31，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忧郁症的复原之路是漫漫长路，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就会重新得力。虽然我现在行走奔跑，我同样也是会困倦，也是会疲乏，但是我已经重新得力。所以我比还没破病之前，我更加健康，我更加勇敢，我更加喜乐。所以我真正是感谢听我的上帝。好，安尼感谢大家听我讲过，谢谢。真感谢教会啊，让我有这时间啊，做一个见证。做这个见证，我首先对去年7月29，我两个囝啊，甲新妇替我做80岁生日的感恩礼拜，也感谢这。咱主人兄弟啊，侪侪人来参加，挂时间来参加，予阮得到温暖，啊，为这献出感谢。咱真正，咱岁月，在我思想中间，岁月催我，岁月催我变老了吼，变老化。在我岁月中间，哦，这念伊哦。但我一想讲，我早时啊，较是囡仔呀，念伊转眼之间都老人啦。虽然我伫个就教授顶面，我唔敢讲我是老人，因为阮年纪拢比较轻，歹势吼。真正咱都爱好好把握光阴啦吼，勤做主公吼。我会记得我对出国。对带囡仔出国，得到大差不多有36年。30年中间有差不多3.5年，拢住伫南美洲，住南美洲巴拉圭、巴拉圭啦，吼，讲巴拉圭，唔是讲巴拉圭啦，吼，拢讲巴拉圭、巴拉圭。伫巴拉圭啊，甲巴西，啊，巴西是阮，因为我要出国以前，阮太太迄边会娘家。都移民去到巴西，所以阮出来时阵讲，尽量会当去到巴西，去遐徛起吼，毋免讲了偌济钱，因为阮毋是讲真有钱。但是巴西无邦交啦，和台湾无邦交，巴拉圭有邦交，所以阮特地先去巴拉圭，有巴西伊个亲戚来要甲阮带过安尼。但是因为无邦交，所以阮就无法度过。无法度过时阵，上帝就替我安排伫飞机顶悬，就替我找到工作。这伫我的思想中间，这我感觉这是上帝赐我的信息，伫我看是信息。伫圣经讲。除约拿以外，吼，都拢无信者。伫我思想安怎讲？因为除约拿以外，无耶稣讲这個意思，就是讲当时的法利赛人，也是经学师，也是遐长老，因心意无要相信。但是我相信到今，上帝要有完信者，伫咱每一个时代拢有。所以我伫。
伫迄个飞机顶悬，因为阮太太有坐飞机顶悬，有含啊隔壁啊两个台湾台湾人嘛算中国人吼，华人都对。啊，因阮伫巴拉圭有开两支巴扎，巴扎就是讲咱即卖诶迄个杂诶百货店啦吼。啊，伊看伊含阮太太伫遐聊天，聊因太太含阮太太伫聊天中间，伊讲。我看你先生吼，故意，是毋是讲有时间？你若是来巴拉圭时阵，会当来我遐工作啦吼，来遐甲介绍。所以上帝伫我看的时阵中间，上帝都伫阮啊无出手中间，就替我安排工作。所以我伫巴拉圭三年半中间，就替。技巧啊，甚至啊，伫啊啊一块台吼，有时就阮含有啊，我你就知影巴拉圭是讲西语的啊，我伫个阮巴拉圭啊，甲巴西的交界有桥，是条独长的桥啊，你若是讲过个桥过去，就是好是一寡是足水的迄个瀑布，我阮也是鼓励讲，这是有时间会当去遐看足水的。除了美国这瀑布以外，伊个瀑布足水个，啊，伊个交界就是阿根廷啦、啊、巴西、甲巴拉圭三个交界，所以伊个瀑布足水个。啊，我伫遐三年半伫桥头，三年半，啊，伫遐工作，啊，上帝都安排，都替我安排拢好势，三年半拢毋免跨入啥物。啊，当阮旅客落来时阵，三年半的中间，我旅客落来时阵，会当来到美国。啊，三年半的中间，每啊三个月，我太太就对啊，首都阿顺乡啊来桥头，来迄个交界桥头呀啊帮忙我哈，我就出来家己批会。所以，伫迄个三个月中间，互我会当赚差不多一万块美金啦吼，做四个囡仔，四个人，两个囡仔啊，两个大人安尼的机票，拄啊好，拢拄啊卡卡啊拄啊好。上帝稳定，上帝必伫每一个人心中所欲事落的稳定，是咱无法度想象中啦吼。啊，这伫我的思想中间，这是上帝赐我的，伫我的心中的信息。啊，还过来，伫美国，就差不多36年中间，考3年半，差不多32年外。啊，伫美国，我来美国是拢住伫奥斯汀，30几年拢是伫奥斯汀。啊，拢伫奥斯汀长老教会，台语长老教会，直接敬拜，直接聚会。啊，受侪主来兄弟关心、疼叹、疼心。帮忙，啊，甚至鼓励，让我得到真，阮这家庭得到真大的温暖，我献出感谢。啊，伫阮伫这中间，阮太太，伊头前的几年啊，去甲帮忙一个阮台湾人在做迄个新娘衫的吼，伫遐做几年，但是阮太太伊有迄美发的技术。啊！你著知影伫美国，你著爱啥物，就是爱。阮你这是要做啥物代职业吼，拢爱有迄个执照。你无执照做无代志啦。所以伊语言也毋是讲真好。像阮语言拢无受训练，拢无讲真好。语言无好，啊，佮你伫遮也无背景，也无啥物拢无。但是上帝就替伊开路，伫遐，上帝伫德州有一，你这是摕有一年，伊就你这摕外国的证明啊，公证了后，就会使申请。伊去申请了后，摕到执照了后，一年的下半年，这个就佫取消。这嘛是对阮讲，嘛是讲一种信仰啦。
所以不是讲无信仰，信仰伫阮家庭顶面大大显彰显。上帝恩典有够多，伫阮的心上，阮所感受的，感谢主，真正感谢主。我伫2014年十年前吼，对职场退休了后，差不多时间足济啦吼，规时拢咧游手好闲安尼啦吼。伫普通时间啊，就帮忙囝的接送啦吼。厝的代志，因为含时间就较济，含阿公阿嬷的时间就较济吼。所以阮大叔差不多拢太太在处理啦。小叔杂叔吼，差不多我来负责啦。你要知时间是过节的时阵，因为阮太太吼，伊较急性，伊做代志足细腻的吼，做代志足细腻的。我咧，我足慢性，常讲你这慢性足慢性安尼。慢性不但慢性，还佫慢较紧。我嗰时啊，神经足大条的。常吼，小错不断啦吼。所以虽然伫有时会沟通，但是我沟通了无好势吼，拢会受气。所以咱就知，咱喙齿，咱个关牙齿甲齿吼，就有时嘛会去夹着。所以伫沟通个，也是伫讲话中间最拢无好势，所以最有最问题。我听到伫。圣经有在讲，圣经伫雅各书1:19-20讲，都爱静静啊听，慢慢讲，慢慢受气，伊常常在讲，我足够受气的，受气就拢安点点都是受气啦，拢在讲话中间，我都拢无讲话，就是讲代表我在受气吼，慢慢受气，受气袂唔好到日落。我有常常有讲受气，我就无到日落，过当间我就拢含国讲话啦吼，未讲受气到日落。但是我常常吼无迄时性，常常要改咯，有时嘛改袂过，因为阮原生家庭无啥共款啦吼。伫阮中间的时阵，虽然有实际的感觉，但上帝嘛，予我有一个机会，就是因为阮。上到年纪老化吼，所以我有时会较重听啦吼，重听有时就较大声嘛，有时较大声，伊讲你是要喊我说话吼，伫在讲话中间有时吼，伫讲话中间沟通无好势时阵，我就来讲，我吼。讲话就较大声，因为我听无，你讲话就爱较大声嘞，安尼。主要是较大声时阵，有时，伊就常常都甲我讲，咱两个结婚已差不多五十几年啊，吼，已经有差不多50年以上啊，五十几年中间，你拢无了解我的心，伊安尼提起你就爱甲我了解啊，哦，我想做干去，所以我常常是讲，阮太太是不是妻管严呐？这是叫做，但是伫去年的10月18日，阮毋知是困眠无好势，还是因为我也是无啥注意的时中间，差不多我爬起伫浴室中间，就发现昏迷不省人事安尼啦，哭一个，足大声，我的墙壁我哭一口遮大个。到尾叫人来修理，差不多了60-60块。感谢上帝怜悯啦吼，我紧紧吼，伊较紧听到声，就赶紧过来甲我看，伫啊，我讲，伊会甲我按摩呢，会甲捏这皮，伊讲吼，种较早，伊较早捌伫台湾迄个板桥教会吼，阮个牧师捌开课啦吼，教中医个。所以也小可知影，我掠咧，无久就随气起来，
但上帝怜悯啦，我虽然讲弄破一个，也阁好些好些，吼，也讲话也阁，我的囡仔因为较无闲啦，吼，一个伫圣安东尼，啊，一个伫就住伫开会，啊，又无法度来随时来甲处理，啊，我甲在随时啊，就这代志就过去，啊，就感谢上帝，我无得到恶当当的事，所以是。我讲我昏去啊啦，我都讲不省人事，就是昏去啊。哦，我感谢上帝啦吼，啊，真正真正，所以我这代志了后，所以我每准备开始每天会再爬起来，我决定都爱量血啊，哦，量血啊，再看血啊好血无好血，再是无好血，我都会作注意的，我身体生活我都作注意的，啊，再是讲好血的时阵吼。啊，我就会当去做各种代志，感谢主，感谢主，真正感谢主。啊，伫我每一年啊，拢有当去台湾申请啦吼。除非迄款 COVID-19 三年外，我无当去以外，我每年是也是讲过两一年两年中间拢有当去申请，因为阮太太一边因伫后山吼，后山就是。台东啦、花莲遮算后山吼，伫后山啊，伊有一个大姐，啊两个小妹啦，啊，甲伊啊拢四姊妹。我这边伫西花吼，我有两个，我有一个姐，诶两个姐姐，啊两个姊妹，两个小妹伫西花，所以我每年拢去探亲，啊是，阮的年纪拢是差偌济，哦，所以因常常鼓励阮爱回去啦。啊，回去台湾住，阮台湾住吼，啊较亲啦吼。啊，但是阮每年回去的时阵，拢去花莲住。啊，花莲伊的小妹，啊伊小妹有农场，啊个无咱看起来足拢毋是民宿啦，但是迄厝吼足好个，啊阮拢去遐住。啊，大概去的时阵，拢受因真好特别照顾，啊特别体特别处理，所以阮虽然阮嘛有贴一寡钱，但是。阮太太吼，伊常常在讲，常常安尼干做赚吼，唔好都爱家己有厝。啊，因为我伫台湾拢无厝啦吼，出来时阵都拢无厝啊。啊，台湾都爱有一间厝，安尼较好啦。啊，伫雅各书四章十五节，啊，主讲。主若愿意吼，予阮活着，阮就会当做这事，做一项事。所以，阮就想讲，要做啥物较好势。阮真是安尼，啊，是毋是爱敲出一间会当徛起，俗足俗个，啊，佮足适合居住个所在。啊，上帝真正替阮吼，替阮安尼开路。伫旧年二月。因大妹啦吼，住伫关山，大妹啊，就敲电话甲因姐姐讲，讲有一个因大姐夫的六叔有一间厝伫花莲区，啊，但因为厝是无大，差不多是一二十年无人无住过，无住拢无住，真无好势啊吼，啊因囝住伫台东啊，所以是。诶，因大家过身了后，所以要卖掉，啊，要卖掉，要照市价，哦，照市价卖，哦。啊，等我含诶，等阮一个大妹含伊讲了，较合了后，较合了后，啊，头都四月，啊，都讲。啊，讲好啊！啊，叫我登记签约。你知影上帝稳定，伊照市价下差不多降两成20%卖完，不但便宜，啊，佫适合居住，因为伊离个花莲有一间诶慈济医院，佮民安医院两间大间病院。你要知影，阮年纪济时阵，就有病医吼是较好势啦吼。所以伫阮遐啊，我就伫这边咯，较就住伫花莲区，
啊，伊迄是一楼、二楼的透天厝，啊，所以阮就伫四月中登去签约，啊，伫9月开始，因为迄厝伊讲伊干两成，但是讲我厝卖你，拢你家己负责，卖恁拢家己负责，所以阮伫9月，旧年9月到今年1月，啊，规个拢定。定性的就是去试下个，安尼就都重新翻修就对了吼。感谢主，予阮有一个通好徛起的所在。啊，一间厝要去到慈济，差不多1-20分就到。啊，要去绵路较远煞，但是嘛足紧的。感谢主，予阮啊有一个通好徛起的所在。啊，真正上帝恩典，才算未讲未了。实在讲袂了，实在伫阮的心中，是落大大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会当是落伫阮心中，嘛会当是落伫每一个兄弟去顶面顶。感谢主。啊，结论来讲，啊，我要用圣经几节圣经来互相查勉励。伫哥林多后书5:17，伊安尼讲，伊基督来。在基督里，旧的拢已经过去，但一切重新的事啊，咱唔好讲过来思想旧的所的物啊，旧的思想，咱都爱向前行。在罗马书12:20，伊嘛是安尼讲：，你咱着成为外生，变化家己。啥物是上帝纯全善良的旨意？啊！伫他拄啊，真正真恰合诶，虽然即书吼，啊用诶以赛亚书5:40-31讲，咱着耐心听候耶和华，互咱会当心诶得到心诶快乐。真正，咱有时咱拢要走向前行，要。比上帝更加紧，要用家己思想来做上帝。第二，上帝要用上好的予人，但是咱拢目头无要看，咱拢家己要冲啊！所以咱伊假使咱都爱听好耶和华，伊要予咱定心定力。啊！伫罗马书8:28，又讲凡事到头来要予听上帝的人得到的。啊，佮遵守上帝旨意的人，所以凡事就是讲，歹事好事，拢是共款，拢上帝有伫上帝旨意伫运行。咱都无论好事歹事，伫咱个人生中间，咱咪常经常得到一个苦难，一个无好好事。但是这都是要训练咱，佮较倚靠上帝，倚靠天父。最后，我要用。一首信息来唱出，来说出我的心声。咱信息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带引错，无论风阴啊变晴，伊拢伫做伴。我要说出伊的恩。日日应有春，好再来感染比较欢喜，欢乐并福气。伊地开因穿，好我稳定拢无煞，开我的心宽，平安福气有遮哩大，我要学路。开下金丝，好天地拢种下个欢喜。感谢主，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今天要做见证的题目是明白神的心意。然而我要做的见证，可以说是不止一个。
不过它都是在一个故事里面，也因此我必须和各位分享一个从头到尾的故事，检查会较长，所以可能会比较长一些，恳求圣灵亲自带领，透过今天四位兄姐的见证，能够让聆听的人也能明白神在你们身上的心意。在我幼小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家里出现了一只小小的狗狗，狗狗伸着它的舌头跑到我的旁边，我非常的害怕，所以我就开始逃跑，没想到这个狗狗就跟着我逃跑，我以为跑到我们家的二楼就平安了，结果没想到这个狗狗的速度比我还快，就跟我一下子就到二楼。我在跑进二楼我爸爸妈妈他的房间里面的以前那种榻榻米的床，我跳上去，这个狗狗也跟着跳上去，我实在是吓到发抖，从此我就非常害怕狗狗。因为我的弟弟他喜欢狗，后来我们家里养了一只狗，他的名字叫 Posey。Posey 从年轻到老就住在我们家几年，他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狗，因为只要出现在他的眼睛前面不是家里的人，他就会叫个不停，常常都需要我的阿公他去跟他用商量的说这是客人啊，喝狼啊，好这样子，然后他才会安静下来。大家都说他是很顾家，可是我却觉得他很吵。家里的人给 Posey 吃的很好，那非不得已的时候是我要去喂他吃的时候，因为我很害怕，所以每一次过去就是把那个碗这样丢着，我就赶快跑走了。小朋友都喜欢去动物园，无论是学校办的 field trip 安排，或者是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动物园，事实上这些并不会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但是我和 Alice 却不止一次带我的女儿 Ann 去动物园玩，因为 Ann 她非常的喜欢动物，她从小就问我能不能养宠物，她跟我说一开始她要一只狗狗，我不可能答应，后来她说妈咪我要一只猫，然后她试着说服我这个猫没差，不会吵，然后也不用遛狗，然后猫很干净耶，她自己都亲自己可以清理自己，我仍然是没有答应，除了我也怕猫，觉得我们家每个人都很忙，不可能可以去照顾一个宠物之外，另外是因为我深深记得我幼年的 Posey 他离开的时候，我的弟弟他有好一阵子哭得非常伤心。我们 ATPC 教会在过去有一位留学生音乐系，他的名字叫黄楚涵，他曾经帮忙我们圣歌队司琴，可能很多人当中都记得他。有一次周五我们来练唱，我到这个拉比玄关的时候，我看他哭得非常的伤心，大家都围着他，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他从小跟他一起在一起的这个高雄家里的一只狗狗才刚离开。因为看到弟弟和楚涵这样子失去狗狗的伤心，我给自己就建立了一个概念，养宠物不好，因为会面临情感的问题。于是我是没有答应女儿可以养猫，而且我很敷衍的跟她说了一句话，等你以后长大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你再去养就好。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时我可能忘记我女儿向来很听话，结果她在大二的时候，她就跟着我们崇光兄跟于玉姐的女儿 Angie， 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两个就到这个 foster parent 那里，就是 UT 要毕业的学生，他们从那里养了一只猫，这只猫的名Anne 给它取的名字叫做 Epony。Epony 当时才两岁，它的个性非常的温顺内向，很可惜它被别的猫这个传染上的 leukemia， 就是血友病，我们讲的这个血癌，所以它的免疫力很低落，它不太可能可以外出，只能待在家，而且它也只能跟同样有 leukemia 的猫在一起。也许是因为这样子， Epony 他特别喜欢黏人。我当初不了解为什么孩子他们会去养一只健康的猫而不去不养一只健康的猫而不领养一只leukemia 的猫。我就问女儿，那女儿的回答她是说她很认真的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如果不去领养这只猫，她就要被送到猫的 shelter， 然后她大概就会被处理掉了。我当时听了女儿的回答，竟然被孩子们的爱心感动。在我们圣经创世纪第一章26节上面
提到神说他要跟天上众天使照着他们的形象，按照他们的样式造人，然后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全地的这些牲畜，还有昆虫。接着在第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行和地上各样爬行的活物。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也吩咐人类照着上帝的形象来管理世界上的活物。这个照着上帝的形象是有上帝的爱心，还有这个智慧。所以从孩子们他们领养 Epony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提醒我照顾动物其实是我们人类的使命之一。我当时在想，孩子们他们照顾神的创造物的时候，应该是给他们自己一个很好的学习，可以在他们身上有神的形象的一个好机会。后来我在女儿住的 UT 大学附近的公寓见到 Epony 几次，发现女儿因为照顾 Epony， 她在各方面有许多的成长。那每逢寒暑假呢，就试着把 Epony 要从 UT 这边带回来我们家，很自然的 Epony 就成为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但是因为这个每次要带回来的时候都是一个大工程，因为这个 Epony 一听到车子那个引擎的声音，他就会哭不停，而且他坐车也会晕车，他体弱又胆小，连一只 bug 小虫他看到要抓他也不敢抓，然后又不出门，然后只能在窗户外面看着窗外的小鸟跟这些 squirrel 小松鼠，所以我们都称他是我们家里的花瓶。很奇妙的 Epony 他来到家里，他很喜欢黏着我，常常我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在疫情当中我们都不能出门的时候，他在跟着我在线上参加我们 ATPC 的礼拜，非常安静的，所以我也常常选诗歌给他听。我常告诉他上帝爱 Epony， 我其实是跟 Epony 常常讲话，他也是跟我常常说话。有一次我家里有养猫的学生来到我们家跟我说，哦，老师，你们家的猫跟你讲太多话了。但事实上我跟 Epony 我们的这个对话其实我们是听不懂的，所以我们怎么沟通是用猜测及感受在沟通。但是我很确定他一定听得懂两个字，那两个字就是饿饿，因为他每次听到饿饿他就知道，哦，跟我蜜糖姐要给他吃这个罐头食物。那我把他养得很胖，这个女儿的同学朋友包括 Angie 都说，哇， Epony 现在怎么胖的这个样子。2021年我的女儿毕业找到 LA 的工作，她需要搬离开这个奥斯汀。那因为 Epony 健康的问题不可能坐飞机到加州去，那女儿她问我说，我们可不可以照顾 Epony？ 她说她其实可以把这只猫送到那个 animal 这个 shelter 去，但是女儿她跟我提到了一句话，他说，妈妈，有谁能够像你这么细心耐心的对待 Epony？ 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上帝他不只重视他的儿女。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在母腹当中，他就孕育我们。这句话，女儿的话，让我重新的思考，神对他自己所造的动物也有他的计划。所以我相信这是神的美意，将 Epony 带到一个爱他疼他的家庭。于是我和 Alice 就一起承担起照顾 Epony 的这个工作。我们大概有两年的时间跟这只猫相处当中，因为我很心疼它是一个生病的猫，所以我特别重视它的情绪。我每当听到它发出 purr 的声音，这是有养猫的兄姐可能就会知道，说猫高兴的时候，它明显脸没有表情，可是它会发出那个声音，你就知道说它很高兴。那我听到这声音，我也很高兴。那 Epony 它是一个很撒娇、很惹人爱的，我们的朋友 and 朋友，都一样很喜欢它，认为跟我们一样认为这只猫是非常的 special。因着神美妙的恩典帮助，它使我不断的克服心理的障碍，从很怕猫，到敢去摸它，还要拍它，甚至把它从电脑桌从任何地方把它抱起来，而让我可以参与神对动物的计划。血友病的猫寿命只有2到7年，虽然
Epony 带给我和 Alice 有很多的欢乐，但是因为女儿她非常的想念 Epony， 毕竟这是她的猫，所以我们透过兽医，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资料，准备要把 Epony 搭飞机把她带到这个 LA 去。我们是在感谢主的恩典成全，使这个不可能本来不可能 travel 的 Epony 在去年的五月底她很顺利的搬到洛杉矶。在去年的春天，从兽医的地方我们知道说 Epony 他的肚子长了一个瘤，在七月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瘤长大，猫咪开始填肚子，填到这个肚子都破了，不得不动手术，否则这个 Epony 他的脖子就一直要带着一个空，他会很不舒服，所以在去年的八月动了一个手术，把这个肿瘤把它除掉了。实在是感谢神的保守，让这个手术跟恢复一切都顺利。但是我们也因此知道了这个瘤是不好的瘤，它是一个 cancer。在今年一月底左右 ，Epony 他开始好像都没有体力，然后就没有胃口，是生病了。在今年的二月三号那一天是一个周六 ，Ann 就把他带去看兽医，兽医说 Epony 的癌细胞已经到了血液。他的呼吸很快就会很困难，他会很疼痛，所以兽医就建议当天对着这个 Epony 呢来做一个安乐死。Ann 在这个医院就马上打电话给 Angie 和我跟 Alice。我当初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嚎啕大哭。我一直问着 Ann 说，能否让他先回家再等个几天？因为我的头脑里面一直在想，我要赶快订机票，我想要过去再看一下 Epony， 我要抱抱他。但是我也了解，再拖下去，这个 Epony 他需要忍受癌细胞侵袭身体的疼痛。后来透过视讯 ，M 抱着 Epony 和我面对面，伤感混乱的思绪使我急着用言语向 Epony 表达我对他的关心跟疼爱。当我一开始叫他的时候，他的眼睛有反应。所以我宁可相信 Epony 他听得到我的声音，我再次的告诉他，上帝爱 Epony， 一定会保护他，与他同在，我要他勇敢。我告诉他 Ann 姐姐、阿姨、Uncle 都很爱你。然后我们全家一起带着 Epony 向神祷告，我们感谢神美妙的安排及赏赐，他将这个宝贵的礼物赐给我们，一定有他的美意。凡事，对不起，我这边的电脑不会出来哈，这边没有出现，看不太清。在传道书三章的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我们心中虽然很不舍，但是我们顺服上帝的时间。希望使 Epony 心中能够充满爱，能在满满的爱中离开，没有疼痛。我们也求神差遣天使，不让他遇见恶者。Epony 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他在2016七月五号生，他在今年二月三号安息。他的享年七岁七个月。七是一个多么美的数字。七这个数字在我们圣经中很有意义的数字，它有完成、完整的意思。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在 Epony 他离开的这一周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洛杉矶是很少下雨，但是 Epony 离开的那一周，洛杉矶却是烟雨蒙蒙，天空灰暗。雨滴背后有神的心意跟祝福。Ann 呢，他的老板在那个礼拜的周一发现这个 COVID 确诊。那虽然女儿她没有这个确诊，可是因为前一两天工作的接触，所以变成Ann 她就不能去公司上班，必须要留在家里。神丰富的恩典怜悯，让 Epony 在最后的几天，让 Ann 可以有更多时间在家陪伴，
也让 Epony 感到更多的温暖。那一天周六的下午，在 Austin 这里，很奇怪的下着一个绵绵的晴天细雨。当 Anne 他用电话告诉 Epony， 告诉 Angie 这个 Epony 他即将要接受安乐死的时候 ，Angie 那个时候正在开着车，两人难过当中 ，Angie 突然看到天空中出现一道双彩虹。这个彩虹意味着希望跟盼望。在圣经当中，旧约的这个彩虹是象征神与他的子民的一个立约。在创世纪九章十三节，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于我与地的立约的记号了。双彩虹，它代表着神的爱和怜悯，暗示着神美丽的心意，让孩子们得到安慰。这张照片就是在那一天把这个双彩虹照下来的。我刚刚提到，我常常选一些诗歌给 Epony 听，他最爱的诗歌是《一次的爱》。我所以讲他最爱的诗歌，是因为每次放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会很安静的趴下来聆听。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神的音念高声，感谢神，因他美善的安排，借着 Epony 开我的眼光，改变我过去对宠物的观感，使我明白慈爱的神，他重视每一个生命，他不仅爱人，他也喜爱他自己所创造的动物，他对 Epony 有他的计划及美意。在诗篇三十六篇第六节，大卫他曾向上帝祷告说：耶和华，人和牲畜你都拯救。感谢主的怜悯，他不仅眷顾人，也眷顾动物。在 Epony 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周，神透过很昏暗灰沉沉的气候，来暗示他与 Epony 还有 Anne 的同在，也因此他丰富的恩典，使 Epony 在忍受疼痛及生命即将终止前的时刻，能有 Anne 姐姐更多的陪伴。感谢主让我和 Alice 可以透过视讯见到 Epony 的最后一面，并带着他祷告。神又透过双彩虹的出现来表达他的怜悯与同在，使 Epony 的家人大大的得到安慰。这让我们明白神他是施恩的神，使我深深体会到神是多么重视关心他的儿女。神了解我们将有的心理忧伤，而他已事先眷顾，事先安慰我们，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使我们充满盼望，因为雨后的天空有神美丽的心意。我们相信我们心爱的 Epony 已经在神的手中享有平安。我们感谢赞美主。我在这里借着这个机会，感谢无论是在奥斯汀或者洛杉矶，关心 Epony 的朋友，特别要谢谢我们教会的三位兄姐 Angie、Anthony 还有卢长老的爱心，在我们外出的时候，帮我们看看 Epony， 检查他的食物机有没有都 OK。你们花很多的时间陪他，照顾到他的情绪，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激。愿上帝赐福你们。我的见证就到此，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謝主吼，迄、那个，阮家結婚的時陣，牧師就正道講啊，就上帝讓恁兩個做伙吼，啊恁來分工合作。啊，我講分什麼工和什麼做，我家己想講，我一世人毋捌煩惱過，所以我負責吼無煩惱一部分，啊煩惱攏阮太太，啊所以迄、那个所有的焦慮吼。做迄个拢是细心的人哦，啊，我负责讲理啦吼，啊，伊负责讲感情啊，啊，所以迄个因为今仔日时间的关系吼，我拄仔甲我见证这部分说来后解吼。主，我感谢你通过今仔日阮兄弟姊妹见证，互阮明白，主你听阮，阮唔呐甲阮的厝边隔壁，甲阮的亲人好好。我也甲上帝你所创造的大自然和好，才会动物、植物和好，也甲阮家己和好，更加要紧，甲上帝你和好，明白上帝你会听遐尼大的恩典，伫阮的性命中间。但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因更变就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阿门。Thank you.